博佢降班嘅条件啊，准备。一起步嘅时候咁啊，慢咗少少，有呢个旅游大亨啦，同埋呢只咧就普渡葵噶。前面快嘅马咧，见到中间兄弟齐心，外边淡淡定啊，出边有伊哈大笑啦，大外档咧又好辣椒嘅。咁啊，再出边咧就风采人生卖唔到你啦。咁啊，内栏位置就英雄得胜，中间仲有感恩噶。再下一搭啦，绿茵桥坐噶，橙帽绿色衫就齐鼓掌，后边咧仲有呢只齐星啦，咁啊例行星啊，后边嗰三只普渡葵快字包咗落尾旅游，呢个咧就系旅游大亨嚟噶。好啦，转紧弯中间啊，前面淡淡定走中间占先，内栏兄弟齐心啊，外边见到个马匹咧仲有呢只嘻哈大笑噶，咁啊再向出边咧仲见到就系呢个好辣椒啊，中间就系感恩啦，内栏粉红衫就系英雄得胜啊，后边就齐鼓掌啊，黄眼罩出边咧就系呢个齐星啊，再有呢个马匹啦，先见到咧仲有例行。行星嗰啲马入到最后直路嘅时候咧，前面透出嘅马有呢只兄弟齐心啊，咁啊见到咧后边英雄得胜开始逐步上嚟咯，大外档风采人生亦都追紧啊，再喺入边仲有齐鼓掌，最后100米啦，前面透出咧就系呢个兄弟齐心啊，接嚟咗大约个几十米，但系埋边英雄得胜上紧嚟，出边位置仲有呢只风采人生接近终点啦，5.1倍嘅兄弟齐心赢啊，第二名咧就系英雄得胜啊，第三就风采人生，第四系齐鼓掌啊，咁啊结果呢场赛事呢只咧就系兄弟齐心。咁啊，順利，其實呢個路程特佳嘅。咁啊，打一搭原來有馬贏嘅話，馬呢、這個馬房輕鬆贏，英雄得勝第二，風采人生第三，齊鼓掌第四。翻版 Q， 咁啊由呢個泥地啊開到過嚟草地都係佢哋啦。英雄得勝同埋呢個兄弟齊心三啊贏嘅啦，三搭幾多倍？18倍喎。5.1倍嘅獨贏啊！臨尾呢只六甲嘅偉大就贏啦。风采人生啊，只能够跑到第三啊，真系有啲失望啊！第四啊，齐鼓掌，感恩啊，第五。3号、5号，呢个系听日先出嚟嘅喎，阳光。系啊，但系而家已经晒紧噶啦，所以草地吓系咪？所以个草地，你头先睇翻啱啱第四场咧，佢都开始快啦。第三場都是的，其實是標準時間都快啊！頭先嗰場嗰早係啦。天文台就想知道，如果係即係陽光幾時出嚟咧，應該睇下跑馬幾時跑馬。係啊。啱啱嗰場賽事都比標準時間快咗兩線。而家李生代啊，顏生攞呢個獎啊。對於陣間愛歡笑。揀六環彩第一關啊！第五場賽事，今日有 jackpot 嘅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啊！個地開始乾咯喎。好啦，場內影片。主動跑法噶啦，呢兄弟齊心啊，起步啊騎起兩步啦，咁稍慢就英雄得勝嘅，咁但係亦都喺個內欄嘅之理啦，咪攝翻上嚟，真係慢咧叫快意啊，或者係呢個齊鼓掌啊，旅遊大亨呢個直情慢咗落去添。喂，今日咪真係內欄著數曬啊！你睇下你風采人生，哇，入彎咯喎！都仲系喺呢个四五碟啊！咁如果咁计，如果真系成个跑今日跑道系不利外边咧，佢呢个第三就强噶。佢扑翻上嚟都有个势啊！不过我睇阿普莱西都一路唔系话好急吓，尽量希望定翻住啲，因为嗰只好辣椒喺前面都同佢挡一挡啊！齐胜今日就选择用翻个后追嘅跑法，临尾都追翻啲嘅，跑个第六度啦。咁啊，嗰啲咩齐鼓掌系得咁多噶啦，你都期望嗰只感恩喺马群中间，头先都周身唔自在啊！但系翻到嚟佢唔远噶，输得吓，都喺嗰阵马入边。四落五班咧，点样差都近啩。嗱，佢又再挥翻上嚟系咪啊？佢又捐翻上嚟噶，第五一嚟今日近啦，二嚟系重飞噶嘛，所以呢只马喺五班嘅时候，大家可以寄存下只感恩啦。好啦，科榜完毕派咗正式作实啦，跑第一名三号嘅兄弟齐心啊，独赢派51.5，位置派18.5，跑第二名5号英雄得胜，位置派24.5。